29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，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。30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，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31点要了解一个人，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32点人生的真理，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。33点不洗澡的人，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名声与尊贵，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。有德自然香，原谅别人，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，以便回旋。34点时间总会过去的，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。35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，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36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，无药可救。37点说一句谎话，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，何苦呢？38点白白的过一天，无所事事，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39点广结众缘，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40点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。41点对人恭敬，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42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，便拥有了一切。43点来是偶然的，走是必然的，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44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。45点只要面对现实，你才能超越现实。46点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47点不懂得自爱的人，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48点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我们活着为了什么？49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，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50点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。51点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这个就是慈悲。52点说话不要有攻击性，不要有杀伤力，不夸己能，不扬人恶，自然能化敌为友。53点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，不要欺骗你自己。54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什么，所以请不要抱怨。55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，自欺欺人被人欺。56点信是最大的骗子，别人能骗你一时，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。57点只要自觉心安，东西南北都好，如有一人未渡，切莫自己逃了。58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，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。如果你肯放手，
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。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，不肯放下，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59点，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，那就是一种福气了。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。60点，你有你的生命观，我有我的生命观，我不干涉你，只要我能，我就感化你，如果不能，那我就认命。61点，你希望掌握永恒，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62点，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，不管它有多坏有多恶，你欲骂它，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你要想，它就是你的善知识。63点，别人可以违背因果，别人可以害我们，打我们，毁谤我们，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为什么？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。64点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，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，就得先受苦受难。65点，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，因此你用不着抛弃。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。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但非我所属。66点，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，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